比谁比较坏，他坏到底。坏了 ，Bad girl。最想跟男生做什么事情？还好哎，都还好。每位都已经做过了，没有。欸首先，我们想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，可以稍微讲一下你们的年级吗？我是一年级，一样。那你们是同班好朋友吗？对啊。算是闺蜜吗？好朋友。好尴尬。好，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请问高中生谈恋爱，你们最想要做什么事情？我想跟我男朋友做什么事吗？对，没错。牵手抱抱。我不知道，他刚跟我说他跟别人。高中生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出轨。哇，真假的？是你男朋友出轨还是你出轨？出轨。哦，出轨。为什么想出轨呢？没有啊，不是，人家是开玩笑的啦。啊，那我想问，为什么是想牵手抱抱？增进感情啊，互动就觉得有爱。哦，那你交男朋友了吗？交了。啊，有做到这件事吗？有啊。如果今天男生想要坏坏，你会怎么做？拒绝吗？你怎么拒绝？怎么拒绝？怎么拒绝？他一定会先问你，然后就说不要啊，18岁之后再说。哇，漂亮！那你男朋友做过这样的事吗？他有问过啊，说不行。BBQ 啦，完了！给我一个 flag， 给我一个 flag。那你觉得呢？男生想坏坏，那你会怎么做？我会叫他自己去打手枪。OK，nice。哎，那是你不爱我呢？那我就会跟他分手，因为他不尊重我。Oh，nice。哎，真的是100分，100分的回答。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：你的男朋友很尊重你，很爱你吗？那他在镜头面前，你要跟他讲一句话。你要跟他说什么？没关系，我跟你预备一下，3、2、1。我爱你啊！谢谢你很尊重我。18岁会给你去当兵之类的，到不了那个时候。有没有心里有一些懵懂高中生想要谈恋爱的想法？讲实话啦，快点啦，讲真的，有，其实呢，有一点，人生应该放弃。哦，你已经放弃了，怎么这么负面？那样子就好了，对，那样子就好了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们最想要跟另外一半做什么事情？来，男生先来，就逛街吧。好 ，OK， 那女生呢？能跟他一起做就好，就任何事都可以。差不多。哎，还有一个没问啊，你最讨厌情侣在你面前做什么事？他们活着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错？他们就是错误，对不对？要谈恋爱自己回家谈，不要在我面前谈。对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请问如果今天假设你的另外一半说想要坏坏，那你要怎么办？就先不要。来啦，满足啦，满足啦，给他了，给他了。对啊，成年的。他有上过你们的频道？我记得你。那个妈妈在醒吾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今天每个人爸妈打炮的。哦。你就高中生谈恋爱想干嘛？一起制造快乐的回忆。你这太官方了，这人太官方了。怎么制造快乐的回忆？就是可能一起出去玩啊，做一些就是情侣会一起去玩的东西。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是最甜蜜的？一起看电影。请问一下，男生觉得看电影甜蜜吗？还好。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是最甜蜜的？抱抱吧。抱抱。抱抱。你想谈恋爱吗？蛮有一点。你认为抱抱是最甜蜜的是为什么？感受对方的温度。感受对方的温度。OK。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想要坏坏，你要怎么办？一起坏坏。你等一下回答，你等一下回答。跟他坏到底。跟他坏了。Thank you。干电啊。他是 bad boy。所以你不会拒绝？会吧。还是要看人啊，看好不好看吧。那你呢？就跟他比谁比较坏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这是真心的吗？Baby， 我今天想要太快了。可是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，你怕什么？那又不是说会在一起就会在一起一辈子。啊，不然我们高中毕业直接结婚。啊，不要。那就是不要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不要。我先问你，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。有 ，OK。你呢？没有。想要吗？还好 ，OK， 好自然组的。那我想问你，高中生谈恋爱，你最想跟男生做什么事情？还好哎，都还好。
因为都已经做过了，因为都已经做过了，没有了。我们才不会去什么家里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去人家家里。所以你最想跟男朋友做什么？最近吗？野餐。为什么想要野餐？吃东西啊。吃东西你笑什么？我已经尽量不要往歪的那边去想啊。你看他就是这样的。没有，他有都受过，我没有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父母会看。OK， 好。并没有。那你想跟男朋友做什么？就是一起出去玩，这样。去哪里玩？游乐园吧。可以过夜吗？不可以吧。是你觉得不能过夜，还是家里说不能过夜？我觉得不能过夜。哦，为什么？过夜就会那个啦。还 OK， 该做都做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问你们两个吗？我才不会去什么家里什么。对啊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去。如果男生说过夜 OK， 但我们分开睡可以吗？不是，他们是知道说这个危险性在，所以提前避免掉，我就不出去怎么样 ？Nice， 你觉得这样是危险的吗？还是其实是幸福？危险啊！危险！好，你呢？危险！的另外一半突然跟你们讲说，我想坏坏，对，那你们会怎么办？首先你先来，拒绝吧。可是我不想。拒绝。怎么拒绝？逃走。有点想要，你可以给我吗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就不行啊。可是你不，不是，不太快了吧？这，我会叫他自己去处理，这个就以后再说啦。约一下，然后就走就好了，好啦。来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哈，请问你们对其中一个女生有喜欢的念头吗？如果可以，刚开始，看脸了。一开始刚看到的时候是喜欢的，你有跟他告白吗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可以麻烦请你们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来，我们男生往这边一点，来，不要挡住视线。那我知道一下，是谁？最左边。OK， 好，没事，也没有想过想在一起了，就是。OK， 了解。应该知道吧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。OK。那你就承担这样子。那如果今天就是你们谈恋爱的状况下，你最想跟另外一半做什么事情？一起出国，去个地方逛逛吧。有没有一丝觉得说想要跟女生坏坏？就自己解决就好了。就是要等，就是感情比较稳定的时候。也有关系。不要犯法。Nice。那你呢？加油。自己加油。可是加油不是也？画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。